好了，五四三二，五四三二，好，宅夜好神，好像是我主持的。其实麻将来讲，台湾除了我能主持之外，我看找不到第二个人。我这一集是在当来宾的感觉。帮我打马赛克。麻将没有什么好坏，大家朋友聚在一起打个白皮，想半天。来看牌，打打牌，然后呢说说八卦，闲话家常。真烂，打麻将不是靠一张嘴。玩手游也是一样，它就是有娱乐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乃至尊。